Hello， 欢迎收看今天的开箱不卡卡。今天要来刮的是9月份的刮刮乐。那其实原本是想要买9月中出的无敌777，不过因为已经买不到我们的14、15连号，所以后来就选择9月初就已经出的这个麻将。那这张呢是200元的刮刮乐，中奖几率是 30.1%。 好，那我们就从14号来开始咯。首先我们先来把下面这个你的麻将给刮开。那老实说，这一款的中奖几率也不是很高，只有30%。六万有两个哦，还有一个，三个六万。接下来红中，红中只有一个，二万，二万也是一个，一万，一个。那接下来就是进入我们这个中秋连假以及双十连假的范围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都在这个牌桌上度过呢？那就刚好也可以来看这一款刮刮乐，非常的应景。二筒 ，OK， 目前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可能会连线的迹象。一条，现在是八万，发起来。的八万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哇！等下来的这些剩下一格的就可以。难，是一个，这是八条，背色 ，OK。一桶去郊游哦，我们等一下插这个四条就可以有200万。八桶，哇！但我不期望200万，给我个200、300，这我也是 OK 哦。四万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也有一个，哇！感觉剩下最后一颗。左右九筒，哇哇哇，没了没了。OK， 那这一张应该就是杠龟啦。哇，记得上次好像也是两张都没有中吗？今天不知道结果会如何？好的，那这张没中的代码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SEK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换第15号，希望可以帮我们打破这个没有中奖的这个运。第一个是四条，完全没有可以刮的地方。红色三桶，这里四万，这里有一个，然后又是我们的一桶。哎呦，等一下有两万的话就可以获得500。红中，一条，六万，八桶也可以哦。哦，刚刚在左边数字是八，还以为哦会不会是八桶，就是八条。上井发条，
是，哎，差点以为是二万，结果是三万。七条。是五条，这里哇，又要没了！哇，吸，来个吸吸，也没有吸。哇，我这一张很多完全没有的哎、欸，九条 ，OK， 最后一个。九万，毁了，毁了毁了 ，OK， 又是一张没有中的，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一样派出我们小刚刷，先来刷干净再说喽。好的，那这张一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代码 KHW。好的，那么今天的两张刮刮乐呢，就是都没有中奖。好像自从我们就是累积中奖金额快追上花费金额之后，好像就没有什么中奖运了。所以呢，导致我们的这个累积花费金额又在网上增加了400块，来到了5600元。好啦，那还是希望下一个月我们就可以打破这个连续杠估的情况咯。好的，那么我们的开箱不卡卡刮刮乐系列就下个月再见咯，拜拜。